人老得快是肝不好在作怪，嘴巴臭烘烘，尿黄爱放屁。听听这位老师怎么说，肝不好还想喝酒，一个方法在家就能做，不打针不吃药。你胆子可真大，尿黄屁多嘴巴臭都不管，一喝酒就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肝脏调理好了，80岁都不行了，肝不好5年以上金酒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。大家看啊，肝出了问题啊，是不可能自己好的，不用喝护肝茶，也不能用民间偏方，更不需要忌口戒酒。大家看啊，他这个肝不好已经很严重了，经常放屁，睡不好，胃胀烧心，半夜尿多尿发黄，大便黏黏，头发出油掉发多，指甲有竖纹，眼睛干涩偏头疼，口干口苦，身上瘙痒，肚子大，脾气暴躁，再不重视啊，肝不好只会更加折磨人。你好，我肝不好10年了，给我来10盒。用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你快给我吧，我都不差钱，再加这么多够了吧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用了这2盒啊就不要再用了，记住了，不要再用了。调理肝不好需要好几千吗？太贵了。调理肝不好需要300-400吗？太贵了。调理肝不好只要几十？是真的，肝不好能自己好？错。肝不好还在大把吃药？错。肝不好还在用民间偏方？大错特错。肝不好是他，嘴巴臭烘烘是他，尿黄屁多是他，指甲有竖纹是他，眼睛干涩是他，头痛头晕是他。肝不好是他，肚子大爱放屁是他，嘴巴臭烘烘也是他，指甲有竖纹尿黄体沫多还是吃它，睡觉打呼噜流口水都吃它，眼睛干涩脾气暴躁吃它就对了。肝不好的朋友刷到这条视频，就算你赶上了。试试这个专攻肝问题的华喜达护肝胶囊，只需要每天2次，养肝护肝不伤肝，专业改善肝损伤引起的指甲有竖纹、嘴巴臭烘烘、睡觉流口水、尿黄如茶、腹胀烧心爱放屁、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、疲惫乏力、提不起精神。华喜达是拥有蓝帽子的正规产品，现在下单厂家直发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吧。你说你买不起护肝胶囊，好，我们直接打开官方购买渠道，源头厂家直发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不花大价钱，效果好不好我们说了不算，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华喜达10几年的护肝老品牌了，值得信赖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直发包邮到家。